单位可以再去，可是很多都已经是额满了，确实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希望说，在这个事件之外，我们妥善处理之外，我希望不要再制造给家长另外一个困扰，那或者另外一个问题出来。是不是在这几天你们这一个联络方面有没有确实做到非常重要？局长有没有在确实赶快做帮家长转介这些的动作？根源报告刚市长已经说明了，就是说从市长就只是从昨天我们就开始联络每一位家长，我们的联络的状况是现在是还有几位家长要联络？五十几位吗？五位还没有，五位还没有联络上，其中已经明确是说24位就已找到，没有对没有需要我们协助的，大概是有24位，另外目前是尚未确定，还在考量当中，约有55位的这个部分，因为五十几位算不少，所以我们会将那个我们也提供相关的资讯给他，也因此当我们要做出停办一年的部分，其实我们也经过审慎的考虑部分。其实这个处分当然尊重你们的专业，可是局长我真的要建议的是说，不要再制造一个问题给家长，说我这个无所适从的部分真的要尽速缩短这一个问题的缓冲期就拉得比较长，所以主要是要提醒你，我们不要再产生另外这个问题，你请坐。謝謝。那刚刚我也要延续一下我们陈正贤议员，他讲到其实这个议题市长我刚刚有听你讲到一半，我在想请问你，因为外交救灾两不误，可是一刚开始会觉得好两难，结果不是，是两不误。那你要做到这个两不误真的是很难啊，也是很不简单的，老实讲。那其实我觉得第一届市长就是拼市政，那很正常啊，关照市政，把市府市政地方顾好。第二届连任后当然是要走出外交，这也是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在这部分我想刚好就是因为台风的这个关系没有办法，所以在这一个要取舍外交跟救灾两不误的部分，市长，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们，你真正心里你会这样做，因为很多像你讲的，咱看到这也要骂，无去也骂，要去也骂，你真的真心帮我们讲你的内心的话，而且我们很想知道，这一次你第一次这样踏出这样很冲突的时间内，这个外交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大的一个感想是什么？好吗？延续刚刚，你好像还没有讲完。报告议员，我觉得最大的感恩是防灾跟这个外交工作都有兼顾，是那当然很累了，对，谁愿意五天内做来回四趟？是，我想大家都非常，我想都觉得不好受，一趟几个小时、啊、可是因为你必须两者兼顾，我觉得这很像职业妇女，你蜡烛两头烧，你又要工作又要家里做好，可是我们都很尽力，我们都很尽力在两头兼顾。那所以因为我出访前当时说台中没有问题，没有进入警戒区，不会发警报，结果上了飞机以后就发了。那结果到所以到这种，如果说以台中要进入，我非赶回来不可，这是我的职责，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那另外呢，处理完两天以后，那台风解除警报，按照标准解除警报，大家就可以照正常的这个你原来的规划进行了啊，该上班的、该行程的，或者该上学的就应该恢复。所以我当然就继续在，所以我也犹豫过，因为坐飞机真的很累，等于来回已经第三趟，我要再去吗？我其实压力也很大，我真的也是，而且几乎三四天没睡觉，因为我到那边以后立刻折返。你看到回来。飞机上没睡觉，因为一直在联络事情，是然后两天的救灾的防灾在也没有睡觉，然后接着又上飞机，所以我已经三四天没睡觉，所以我在想我要再去吗？可是说实在话我也有压力啊，因为诚信很重要，你约了那么重要的人结果你不到，那我觉得对台中市是有伤害，对我们台中市的形象是有伤害啊。好，再来请杨典忠议员发言。谢谢主席。有关于我们台中市的捷运局线的规划进度，在今年的7月2号，交通部就已经有条件的通过局线的可行性的这一个评估报告。市政府
把台中港段的这个捷运路段做成这一个预留啊为轨的这一个方式处理，预留为轨啊。啊，本席认为应该加速捷运橘线综合规划，直接纳入清水台中港到机场的这一个路线。叶局长，我拿101年的这一个啊大众运输路线的示意图，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你那时候是一个专员，现在已经是一个局长，好，不要换了位置啊，换了脑袋，你应该跟实实在在的跟我们的市长报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捷运橘线到我们清泉岗机场，然后连接到清水火车站，再从清水火车站连接到这一个台中港啊，你们的规划不单是这样子，而且还连接到我们的大甲地区，所以说哈，这一个局长，你还记得你当专员的时候这个路段吗？所以哈，当初的捷运